哪来的毛贼？救命！大侠，是我呀，快来救救我呀！又得陆兄大救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啊。道长怎么会沦落到此？本天师云游至此，不想有一群大妖在此作乱，山村百姓悉数被抓来炼化，吾辈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呀。只是没想到这里妖怪这么厉害，于是，是来不及逃走，才被抓的，是那么回事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道长带大家先行离开，来路已被我清理。甚好，那我们这边走。保重。陆兄啊，这前方妖魔不容小觑呀，但想来你也不会听劝离开。这此番别过，也许后会无期了。贫道有几句话要说与陆兄。请讲。这是非难辨孰尽知，行止无愧心自持。斩妖除魔之行，尽力便好。道长所言极是，陆某铭记于心。保重啊。